嘅係嘛？而家支付。咦？哦，呢個打工都補粉嚟喎。勁勁好。準備好未？哦，玩具 TV 第十一季第六集有新无线咪的情况之下，而家要介绍的就是千直链一个新系列。系，咦，佢呢个系列都是新的，系啦，冇错 ，Flame Action Meister。Meister。好啦，咁啊，究竟是什么东东呢？一开波，无形神童三四郎，漫画版、动画版，系啦，游王丸，即系。很多譬如周冬作品都是由漫畫轉成變成動畫，但我覺得這一套呢是很少可那個設定是這麼大改變的，完全兩碼子的事，完全兩碼子，連故事都是，為什麼當年會有一個這麼大膽的決定，即這些可能要找回以前的文獻才知道，明明是一個穿著柔道袍有一個面孔的公仔，有一個人樣的公仔，就搖身一變去了動畫的時候就變成一個機械人，就整個波點重新設計過，無可否認它是即是在那時來說，他的設定，就算現在，那時來說，他的設定是很前衛的，就是那些機械感，用顏色，那個比例，是很追得上那時的潮流，甚至是行前了一點。不是，你只要想著，卡通片，哇，有個小孩可以控制一個摔角機械人，可以在擂台上打，哇，以前小時候只用對手去動一下，但居然可以用控制器。繼而後期可以用感應，係腦波，腦電波，最收尾係腦波，好犀利 ，fans 嚟喎，係 fans 嚟，我以前有，因為我都係睇海豹叢書，係睇曬，咁啊都講一講動畫版先啦，咁啊動畫版本身反而就成個故事同漫畫係接近冇關係，係接近冇關係嘅，咁我仲記得最收尾係打木星嘅。咁打完木星就玩完啦。咁啊，同埋本身你話什麼馬特哈里根啊，艾路活拉根啊嗰啲，sorry， 咦，我真係仲記得嘅，即係完全已經係同動畫係一啲關係都冇。係冇錯。咁啊，而家睇緊嘅就係一隻動畫版嘅遊王丸。咁啊，都望一望翻先啦。咁本身其實，不過我又。在想即係玩呢一隻遊王丸之前，我想看看你嗰啲好嘢先喎。係啦，咁係啦，即係嗱，以前咧就玩呢啲嘅。係啦，喂，拍埋一齊影。呢啲就真係街市嗰啲玩具。同比例嘅大佬，真係同比例㗎。佢真係，佢真係攞呢個藍本可能係。喂，正爆啊！呢個真係正爆啊！佢呢一個係個別咁樣賣啊，還是係一包有幾隻嘅咧？一盒有三隻嘅。啊，係有一盒。佢啦，對魔人啦，另外就嗰只藍色。藍色有隻，有嗰只唔知乜隻翼仔，係啦，唔係即係呢個真係唔記得咗。嗰個我都唔記得咗。咁係一個三盒嘅，咁但係就因為要揾齊三隻一盒嗰個咧好難喎，咁所以而家有時都係有呢啲咁嘅流散咗喺網絡上面咯，咁就會買到呢個。喂，呢個先勁啊，大佬！大家留意一下嗰陣時嗰啲朗家公仔咧，淨係前面上色嘅就，好大個 band 帶嘅啫。唔係，我覺得打側面先正啊，大佬，呢個真心正。係真係，即係買翻嚟已經係咁嘅色嘅啦嘛，係嘛？係啊，因為佢有啲以前嗰啲上色咧，都係比較馬虎嘅，所以有啲位咧，咁啲係日本大媽喎，未必係大陸大媽嘅大佬。日本嘅呢啲一定係啊，堅勁啊！因為佢個包裝係一個 window box 嚟嘅，係啦，所以佢就諗住嗱，你 window box 見到，其實都好即係好欺騙成分好高，即係你喺 window box 睇到呢個係啦，真係正咯！喺個包裝又後邊唔同，唔係都呢個角度先靚啊嘛，大佬，你死唔死啊？呢啲咪叫行騙咯，即係好似咁樣，你而家出呢啲，你唔俾人鬧死，告咗添啦。唔好話而家你玩翻復古風行就唔係㗎，咁你追求單色膠得㗎？咦，咁計法喂嗱，千直鏈咁多位老細，特別係阿 Dave， 你可以考慮下出呢個版本嘅。哦，特別色，你睇死唔死真係？哇，你俾人抄家真係懷舊 feel。可以問翻 Dave 借翻嚟參考嘅呢個，歡迎。跟住講盒堅嘢。交俾你，呢盒呢個真係正啊，大佬，掹佢出嚟啦！好想擁有好多年㗎啦。咦，啱新買㗎你？唔係，都唔係，即係我擁有十年，但係咧一路以前一路喺日本嗰啲雜誌啊或者咩係睇過，一路未擁有過。咁係翻到嚟香港，即係我諗廿零歲打後先至買到呢只，都係一個。最有咪有到蒲喎，大佬。係啊，不可動嘅東西嚟。咦？呢條咩嚟？咦？但係啲上色已經精細好多啦，呢個。嗰啲。已經牛底。唔係嗰條嘢。呢啲咪勁咯！咁呢個係咪算唔算一比一咧？
啊，似喎、哦，有可能。咁咧，佢本身嚟嗰陣時咧就冇著到個袍嘅，咁個袍就係好似千字鏈嗰個，又係咁樣有個袋仔，有個透明袋入住，自己著，自己著。咁咧就拆開佢。哇！咦，有嘢噶噃，有透明件喎、啊。誒，透明係喎、啊，有 cam 噶嘛？有貼紙啦，成身嘅 marking 係用貼紙嚟。即係腰部嗰度係透明嘅，會有少少可能。咦，都幾劃時代。大髀唔喐得㗎。呢、這個位唔喐得㗎。咁樣。啊！有係都花咗少少都，時間關係，唔係日子關係。因為咧要揾一隻唔黃，哇！仲有貼紙或者係件袍咧唔黃，都係好。而家係唔係呢個你可以擺喺洗衣機洗？係啊，但係呢啲你冇得擺洗衣機洗啊嘛。冇嘅冇嘅，因為即係有少少錢，係即係少少錢傾。唔係開其他，唔係喎幾好喎。你試下俾阿班人睇 zoom 埋少少啲，嗰啲貼紙咧好精細嘅。係啊，同埋後邊啲貼紙已經甩色啊。係啊，嗰啲貼紙我要重新編過一輯啊呢集。哇！你可以編到啊？唔難嘅呢啲就。咁係咯，呢只就因為如果係遊樂園嘅咁多年裏邊最大比例嗰只就係呢只咯。嗯，呢只真係1:1嚟，我想。係啦，冇錯。嗯。咁而家係真係好難揾㗎。但佢就淨係出過遊王一個角色啫。仲有呢、這個 Hurricane。嗯。但係呢個咧嘅大膠咧就仲加少油。但係係咪矮翻少少？矮翻少少，但係就好肥嘅、嗯。我諗個 size 兩隻遊王丸咁闊咯。嗯。係有啲印象。紫色嘅嗰只就紫色，個設定就變個原先佢動畫設定就黑色嘅，但係佢喺玩具方面就變咗紫色嘅，冇錯。其實我想講咧，即係大家仲記唔記得佢叫咩名啊 ？Hurricane 呢個馬特哈里根呢、這個而家係好難揾嘅啦。但舊嘅產品咧，其實好似比較本身黑旗即係英機嘅英機得Fima。出埋出埋，係咯，冇咯之後。咁、黑旗嘅愛機馬特哈里根，咁本身亦都喺漫畫入邊有好多唔同嘅版本。咁啊，亦都係一個好犀利嘅。喺動畫嚟講，亦都係素形三四郎呢個好強嘅對手嚟。係，本身呢一個馬特哈里根系列，我用系列啦，都係用呢個高輸出高破壞力嚟做招來。咁所以變咗都係一個好強勁嘅對手嚟。因為佢最初係第一場就差唔多將遊園個嗰啲規則摧毀啊！直頭係。咁之後就要，所以之後就要做強化。嗯，所以呢一個又係真係見到，即係完全感覺翻當年嘅情懷啊！嗯，呢個當年其實就兩年前已經全部都後追嘅，我係。呢個就其實係扭蛋嚟嘅。咁係單色扭蛋，咁我後期翻咗嚟之後就重新噴有別咁樣嘅。同埋佢都有啲可動關節㗎，啲腳仔啊、手啊，呢、這個扭蛋亦都 OK 㗎，力都係好難揾嘅啦，而家揾唔到添啦。哇！呢、這個真係正，真心正。好啦，咁啊，好啊，真係我哋真係翻翻嚟呢一個今日嘅主角啦。係啦，遊王丸咁啊，冇記錯，有40多集。我真的不太記得，我只記得最後都是打木星那一部分我就有些印象，還有本身在香港也都有一些、彩色的漫畫有介紹過那些、即算是每一集那些流程這些路路 是挺過癮的、看回這東西了、其實細細隻、見到真的不高了、這個、見到 本身都是用了珍珠白的底的，所以你見翻其實都是靚的，咁啊瓦色底啦，佢就都幾多黑線嘅實質。咁你如果有你中意嘅可以滲線嘅，即係如果你覺得啱 feel。其實都準備定㗎啦，如果用啲灰線去滲線咧，其實個效果應該都唔錯。呢、這個我翻去我都會試一試。咁啊好啦，咁啊玩得遊王丸一睇可動㗎啦，膊頭。咁呢個唔使講啦，都係佢連接身體嗰部分就係一個波裝嚟嘅。咁其次就個手腕，即係白色同肉色中間嗰個連接就有一個都可以轉啦。咁個手踭算唔算有雙關節啦？係算啦嚇。係咁啊，最近就到呢度嘅啫。咁啊可以換手嘅，手型唔多，即係佢冇話啲咩連動啊嗰啲嘢，所以就因為手瓜比較粗咧，咁所以個接嗰個角度亦都唔算話好大嘅。係啦，咁配件亦都唔多嘅，咁始終大家睇翻即係當年嘅動畫咧，佢個配件原則上就
除了手之外咧，就得兩樣嘢嘅啫。第一，柔道袍。嗯，因為每次出場都要著住佢。冇錯。原來有。第二，我覺得應該係擺明係留一手嘅。推進器。腰帶，阿李亞。第三就是本身即粉粉地色的那個推進器，但我不覺得它有地方給你拍那個推進器掛上去而已，這個它會想的了，你換背脊也好什麼東西都好，沒事的，出多一隻沒可能他這招著不是那就差了，即既然都拆得那麼爽，我都不差去試一下，這邊先試一下腰的方式，你又啱，因為佢成隻嘢嚟講咧，佢腰個可動性算係最精彩嘅，我覺得。我睇翻嗱側面先，咦都谷到高喎，算係咁噶。我舉高隻手可以睇啲，見到啦，極限噶啦。而家新料嘢乜都會識咁。咁呢度頂住噶啦，左右唔使講啦，左右唔得啦，呢個唔關事啦，係啦。好似。因為本身佢條腰咧都有呢啲虛位咧，所以變咗咁又得，即係可以做到呢啲咁嘅動作。暫時試咗扭幾嘢咧，就我覺得就唔算話好容易刮花甩色嗰只嘅感覺上。同埋係啦，咁啊拗緊甩底係冇問題噶。箍頸咧，箍頸得唔得？做翻啲招牌嘅，絕對冇問題啦。因為本身佢個胸部同埋連埋呢一個即係手臂旁咧，佢呢一個位係喐得好勁下嘅。所以變咗佢翹手啊呢啲路路咧就完全唔成問題，咁亦都本身就翻佢嗰個設計上嘅特色咧，就變咗喺可動方面其實亦都唔會有啲乜嘢。大家留意翻咧，其實佢有大髀咧有個半個關節咧係喺條底褲度嘅，即係睇唔睇到啦？咁其實佢呢一個位咧，底褲深藍色嗰個位咧，呢一橛咧亦都係開咗關節嘅，所以佢個大髀喐得幾自然下。所以我條腰喐得勁得滯，扭歪咗啊！係啊！新年話有羅馬戰士同埋宇宙版嘅造型喎。嗰、那個羅馬戰士同宇宙版就係個推進器啦。嗯、羅馬戰士係帶架撐嘅啫。咁反而你話羅馬戰士嗰個版本咧，你反而係要睇翻呢一個漫畫版咧，就仲精彩，因為真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嚟，連故事背景都唔同。show 俾觀眾睇先。拉得，所以嗰個大髀位係喐得幾好嘅，算係咁。飛腿，咁啊，唔爭就影埋腳裸啦。咁啊，始終都係咁細只咧，就冇乜特別嗰啲遮丑位噶啦。冇，但係佢嗰個腳踭其實係喐得幾好嚇。係。咁雖然就冇鞋踭位，但係你其實可以留意翻嗰個關節咧，就變咗係見到係可以就翻。它有不同的位置去動，所以變成連這個腳度、這個角度都可以做到。因為它是小心啊，阿貴，它裡面那個軸是有一個距離在這裡，還有一邊是ball joint，變成它那個腳踭的動的幅度其實是挺大的，雖然被那條喇叭褲遮蓋了，但是不過它本身的喇叭褲開得闊，所以變成就都唔係有啲咩好大影響，嗯、所以變喺貼地性嚟講，應該都非常之唔錯。算唔錯，好多人問係咪合金啊、全膠啊？全膠，全膠嘅呢個系列係全膠嘅。反而佢膝頭哥嗰個位咧，我試過幾次咧，佢扭完之後咧，你想扭翻上嚟咧，佢會阻一阻嘅。你要搞翻啱嘅嗱，係咁樣啦。哦，係啊，係啊。因為其實佢，因為佢其實佢膝頭哥嗰度咧，唔知點解咧，佢嘅設計咧，呢一個位咧係有一個喐動嘅。不過你問我本身，我覺得隻嘢最需要改善嘅地方就喺呢一度。呢個係膝頭哥位嚟噶嘛？我應該喺呢一度噶嘛？我點解會縮咗上？呢個真係對於我哋平時對膝頭哥嗰個理解咧，佢係縮咗上大髀咯。咁呢個係佢嘅變咗望落去就唔係咁順暢。佢個美學嘅決定咯。咁你話如果可動性嚟講咧，我覺得頸係舒適啲咁多嘅。嗯，就即係因為佢本身個頭盔就頂住，所以變咗就只即係上下又有少少阻礙啦。佢唔知咁當然啦，其實本身都喐到嘅。咁但係你係啦，咁啊，左右都冇問題嘅。喉嚨位咧，好似有個關節咁嘅，但係我喐嚟喐去都喐唔到，我唔知道佢嗰個真關節啦，定係只係一個即係組件嘅分母線嚟嘅。耷低頭都 OK 嘅。啊，算係咁啦。係啦。但係即係係啦。你想做啲即係你知，因為其實頸嗰個動作咧，令到你個成個 pose 夠唔夠，睇上嚟夠唔夠動感都幾同埋夠唔夠力緊要係啊。咁我覺得個頸如果可以再就咁樣，你都企唔企到咧？
都應該得嘅，你要慢慢摸，即係捉到個重心其實唔難。佢嗰個腳踭夠力就得嘅。對，得嘅。幾多錢？同埋係千隻鏈嘅呢個冇錯。嗱，價錢咧就係真係其中一個。頭先先 check 完啊嘛。本身如果你係會員嘅話咧，就560。係啦。VIP 喎。V 一般價就600預訂。蚊預訂，現貨就600。真係呢個老實講，我覺得係偏貴。即係呢個 size 細得滯 ，size 細得滯，個組合亦都唔係話咁複雜咧。咁同埋都係一個全膠嘅公仔啦。咁、即係感覺上應該係可以去到 Robo 雲嗰啲價錢嘅。咁但係佢可能唔知啊，佢個量低啊，定係進取啊？似乎係啊，唔清楚啦，真係唔清楚。不過我覺得我自己最即係我唔撇除價錢咧，我就真係覺得呢一度就敗筆。其實講真啦，即係大家睇玩開，即係對呢一個動畫有感情嘅，佢、叫做無形神龍三四郎啊嘛。係。為什麼他不出模型呢？即是自己組合分析有本身已經有顏色的。咦，想得過。是咯。真的想得過。因為你現在其實千隻鏈他自己的他都做過 Fame Toys 那些 Transformer 出得很出色的。是咯，他有技術的。OK 的，真的正的。如果他可以將價錢調低，即譬如200多元一盒模型給我們齋拍做高一點，反而我想會好過他現在這個價錢去買一個 11cm 的可動的膠公仔。是。但是他公仔本身是沒問題的，即係個以佢本身以呢一個沙士嘅成品嚟講咧，就唔係話有啲咩缺點嘅成，係純粹係個缺點係個價錢，價錢比較高少少。唔係，都覺得即係撇除價錢，我自己就覺得係個膝頭哥咯。講嚟講去，我都冇第二樣嘢講噶啦，真係個膝頭哥真係爭咗啲，個開線位唔應該係咁。因為以前係有出過1:3嘅模型，係咯係咯係咯，嗱，大家著嗰陣時啊，首先將兩隻手拉後。最理想的當然連拳頭都掹埋啦，不過其實就不需要嘅，咁跟住就可以好安心咁樣同佢著衫噶啦。如果大家玩開芭比嘅話咧，應該就問題唔大嘅。我識噶啦，或者係做開柔道啊嗰啲咁嘅功，嗰啲武術嘅人都會知道點樣著嘅。咁我哋收即係嗱，我唔知道聽到個傳聞啦，唔知喺邊度傳出嚟嘅傳聞啦。係應該佢呢個系列咧係唔係出一隻咁少嘅？係啊，因為就唔會出一個新系列啦。係啦，即係由黃丸嘅角色，佢可能會繼續出落去。哇！一定要出啦！呢、這個點都唔出啦。咪係，唔係都係一句你總之艾露活拉根、馬特哈里根、哆魔人。木星一定要出落去，呢啲真係冇得走啊！英基，阿伯講清楚先啦，呢個唔係官方嘅幻想，呢個係我哋聽翻嚟嘅一啲即係道聽途說，我哋發夢，係啦，冇錯，都都諗得過嘅。我真係發夢噶。好啦，其實我好努力咁樣想即係打埋個結咁啊，同大家收工啊。佢好似有兩隻色嘅帶喎，一隻色點啊？黑帶嘛，冇理由俾個白帶嘅咁樣。佢啲柔道袍係咪咁樣打裂就算噶啦？使唔使再打多罐啊？佢應該係兩。其實佢個說明書又教你點樣打嘅。算啦，我哋呢啲暫時我哋啲冇乜打住先，係啦，咩嘢都好打住先。佢係有個技術，有但有打法嘅。說明書會解得好清楚。係咁啊，即係由黃丸玩住咁多先。不過即係我反而即係最驚喜，原來阿 David 帶咗咁多筍嘢。哇！呢啲真係真係有啲功課啊！有做功課，好咁啊！期待有呢一個馬特哈里根、艾露沃拉根同哆魔人。冇錯，好，揸你。Well， 咦 ，David， 你有冇買嗰只？嗰只係20金啊？嗰只冇。嗰只啲人話爭啲好嘢，唔知啊。好，下一個。其實我都想買，但我真係驚 QC 嘅。係啊。下一個。因為你知道我哋呢啲。下一個啊！傻傻地嘅。開咗麥㗎。又呼喚阿戴亞窮。戴亞窮，誒好啊，戴亞窮先啊，冇所謂啦。OK， 我又噴翻，我又噴翻先。戴亞窮啊，的喎，係咪啊？唔係阿 Walker 喺度，阿的好忙，的好忙啊，的而家要好努力，準備下一個 item 係啦。邊個？啊，有冇人坐低？好咯，有啲我冇錢買都玩下，大佬。咦，係陶你。好。必入喎，必入乜嘢必入啊？喂，頭聽遊王已經冇人有問題啊，而家答埋唔得。戴亞窮，遊王因為問價錢啊，全膠啊，係全膠，係啦，出街未？應該差唔多係都，已經出嘅。即係偏實心嘅感覺上，忠實者。所以如果訂係抵嘅，560就 OK 嘅。抵。OK 啦 ，OK 啦，因為千字鏈啲價係貴啲嘅。好啊，600。千字鏈啲嘢係貴啲啊。佢呢一個係咧，佢個定價係準。佢多數都係貴啲，因為我覺